你走太快了。我们怎么巧遇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什么巧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汐止是吧？我们在遥远的山边，后面是大尖山呢。你知道吗？就可以看101。所以你会去爬山吗？不会，那是要开车上去的，那不能走路太远。你们待会可以去啊，你们可以去看。